大漠中最安宁的地方。美妙的表演，友好的同伴，让人忘记暗中的捕猎者，残酷的纷争。警惕的鸟儿不敌诱惑，跋涉征途，想要触碰黑暗中的光亮。但微光不一定是神明的指引，也可能是捕猎者脚下的谋色。我可爱的公主，故事讲到这里，这场围猎还远未结束。我呢，更喜欢在暗处看猎人角逐，看他们志在必得，然后为每个人